哟，欢迎光临空屋怀旧的仓库间。对，这边是我们自己做的作品。对，虽然很简单，但是我个人觉得蛮实用的。对，都是实木做的，也蛮好看的，都是用老木料，特殊的一个质感。对，每一层每一层把它放好。好，这是小木箱，小木箱梯形架。小木箱，像那个梯形的蛮特别的，对，那个也可以当小板凳，也可以当桌上型置物架都可以。然后这一排是工具箱啦，然后壁挂架什么的，对，壁挂架正过来、反过来、侧面都可以运用，因为木料都做得蛮厚的，对，蛮多功能的，也蛮算是符合这个时代。可以接受的复古跟质感，不会太老气，然后也有他的小创意吧，也有我的小创意吧。对，小椅子，那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些都是只有租借哦，也没有卖。对，因为我做这些，蛮辛苦的。对，我觉得人生开心就好。对，不需要，对，不需要太。不需要委屈了自己。对，如果说大家的价格上比较没办法接受的话，我觉得开心就好，嘿，跟大家分享。就算租不出去，我觉得自己使用也很赞，对，也蛮开心的。对啊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谢谢。然后因为一直来我们都是租空间嘛，对啊。然后这个地方目前是在台中大雅清泉岗。那也许我们会有一些原因搬来搬去，也许是因为空间运用上我们比较方便，或是有的房东想涨租，或是其他原因，有的想卖 blah blah blah。 那重点是我们网络一直都在，那我可能换别的空间，但是我的东西大概就是这些，嘿，这产品线一部分啊，对，是这些，对，跟大家分享，谢谢。